迎收看《民变公台语》。今天我们要介绍的台语是“八豆腰”。八豆腰，八豆腰，肚子饿，一种生理状态，指一个人感到饥饿，需要进食。我们会说“八豆腰”，肚子饿。天气越来越冷，很容易就觉得八豆腰，肚子饿。这时候就可以泡一杯谷粉来喝，除了低卡有饱足感，也可以搭配其他饮品做变化。双十一活动期间，红豆薏米粉、葛根粉还有黑芝麻粉都是买二送一，杏仁粉买三送一，买五送二，先囤起来放。不管是半夜醒来或是餐间间隔，就不怕会八豆腰喽。另外，双十一当天也有零点限时买一送一，记得关注店铺锁定最新消息哦。关注我，看更多台语教学，想学什么台语也可以留言告诉小编哦。拜。